频手机内存都不够了，刚好我发现转转上的二手手机特别划算，我这台苹果13比新机便宜了1900多，该省省该花花，没必要啥都买新的。而且转转是个官方业二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，比一般的二手要正规，我去年在上面买的平板到现在都很流畅，推荐大家去转转。